陆林，这些年，你师父归隐山林了。余影他一直一心一意经营着自己的医馆，救死扶伤，大家都叫他活菩萨。秦汉和秦生生在一起了。 他们还生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，现在也已经成家。后来，秦汉走了，又过了没多久，秦生生也走了。陆林，你知道吗？ 他们都对我说：“说你可能早就已经成亲，在家里相夫教子了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世界上那么多好姑娘，我怎么一直在等？我怎么一直在等你？” 这梦回散本就是没有的，对吗？这漫长的生命只会让痛苦更深重，就让我也慢慢的老去吧。 转瞬即是一场空，没想到梦回散竟然不是梦，这梦回散竟至诚了。陆离，这世界如你所愿了。 灵力散尽后，我成了一介凡人。这练武的伤口，竟好得如此之慢。
十里一是啊，瑞了。老板，听说你这卖梦回散呢？哦，给我来一份，我要忘了前世那负心汉。我也要两份，我跟我夫人也不想想起曾经受过的苦吧。给我来十份，我要给我的子孙留着。哎，给我也来一份，我也要。给我一份。好好好，大家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我也要。都有。大家有序排队进来吧。走走走。公子啊，今日都卖没了，改日再来吧。我看你脸色发灰，眼下乌青，不得劲儿啊。恰好我这儿有秘制的大力丸，服了之后保证你改头换面，焕然一新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哎，那要不我给你算算过期，如果我说的准，你就给我十文。我看你头上有一片紫光，上辈子啊，一定有个姑娘非常爱你。姑娘，我们以前是否见过？未曾见过啊。许是前世有缘。前世？哎呀，我说笑的。如今这世上，待到成年之后，只要服下梦回散，谁还怕记起上辈子？没有苦痛，没有牵挂，一身轻松。不开门？你这父子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呀。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满地梨花不开门。找到了，这边。欠了这么多钱还想跑？那个开山水好相逢啊！在那儿，追，快追！别跑！给我站住啊！别跑！快，快点，怕钱！这边，站住！追！这边追！你别过来！没欠你钱吧？没有。无冤无仇吧？嗯。那，你找我何事？敢问姑娘芳龄几许？即将成年。因为他们成年后，前世的记忆便会汹涌而来，终不得心安。我问一下姑娘，愿不愿意跟我回不开门，帮我打点铺子？啊？满大街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找我呀？看你这机灵。那是。那你每个月打算给我多少银两？这个。一两。一百两。这么多。嗯。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骗你是小狗，
你看这个。啊。哎，你看那个。这个呀，那边也有一家。那我们回了不开门之后都干些什么呀？制花露。你教我啊？我教你。好。